信我们都很多元啊。再来呢，再来就听你们，看你们听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跟大家一起唱。好，我们欢迎杨雅乔老师。其实呢，我们这个乐团里面呢，并我们讲不是打击乐团，我们讲希望乐团哦。原因在哪里？我们其实不只有打击乐器，我们待会还会看到二胡，请坐。啊，二胡，然后有电钢琴，哈，有的人有中琴来演奏哈。那其实每一个小朋友有他独特的个性。其实陈柏荣呢，是我们乐团里面唯一不是心智障碍者，他是一个视障者。当初他要来接近我们乐团的时候呢，我突然想了一下，我们干嘛给他设门槛只有心智障碍者呢？所以我们就让他有加进来的机会。那现在他其实是只读的是前进国小的国乐资优班，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表演能力其实是比一般的希望乐团的其他团员更优秀。那现在他要演奏呢是一首叫做翻身歌。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刚刚的都马调可以听到，其实胡琴可以有很好听的旋律，
我们刚开始一直到都马调之前，大家都很快乐。突然出现都马调那种有点点悲伤的气氛，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常常感觉到心智障碍者，其实每个爸爸妈妈都非常的辛苦啊。有时候虽然对我来讲，我本身是一个很健康的小孩啊，可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有点难过。那大家听听看，翻身歌。